不会在我们面前哭，但是我觉得他是蛮坚强的，他应该我不知道他私底下，但是他在我们面前他是不会，我们没有人看过他。那 MV 之后会不会，比如说找可能9Man之类的好友来站台？他现在变瘦已经大概等他再瘦一点，还要再瘦。因为其实 MV 还是要有一些看点啊，所有看点，你们想要看的点就只是那些翻车过的人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看有没有机会做翻车大集合啊？对啊。那你最近有看到本人吗？没有，有一段时间没到他。这是你看过他最瘦的时期吧？啊，不是之前更瘦吗？没有啊，之前都是胖的。没有，他有一阵子也都在练啊。没有现在瘦。他没有，他前一阵子有瘦，然后后面又复胖，现在又健身吧，看起来是这样子。那你有关心蕾拉吗？他好像就是。也是神隐一阵，然后前一阵子有去信义区，然后跟就是拍片啊，就是找路人合影啊，这样，会鼓励他走出来工作。有啊，有关心他。他那个时候当下，我说反正就是遇到问题，你自己错了就面对嘛，那其他就好好的该道歉就道歉嘛，对啊，好沉重。先把那个离题的就先问完。我也是跟他们讲，还是要按部就班的。应该在我小2届吧。他是你学妹。对啊，他进来的比较晚。那像林湘现在这么红的话，你们也是蛮希望可以跟他学习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女生，就是我们相处起来的话，我觉得。他一直在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正能量。正能量啊！对，他其实是一个蛮大的，因为我就觉得他很努力。那有你印象深刻他内心强大的？我觉得，可能因为他现在就是比较多人在关注他，所以，可能也会有一些。批评的声浪啊，或什么的，但我觉得我们碰到他有时候也会关心他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没事啊，就这样啊。”然后也有笑笑的这样。对啊。他会很常哭吗？他不会在我们面前哭，但是我觉得他是蛮坚强的。所以他应该我不知道他私底下，但是他在我们面前他是不会，我们没有人看过他。就觉得他突然变瘦很多。哦，他一直越来越瘦。像我前阵子有在球场碰到他，然后我就说。你是不是又没有吃饭？你怎么好像又变更瘦？他说没有啊，有啊，我在吃饭。他那个腰真的是，我看到觉得，天哪，你有在吃饭吗？这样差不多就是1.8公分。他儿子的，你刚儿子，你刚才刚刚好，就是差不多那样子而已。这就只有这样而已。应该是说这样应该大概是十五。对，差不多。你很精准。尺的样子差不多，尺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就10公分啦。他刚刚比那差不多就8公分，那样子可以接受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特别多经验，所以。你就避开就好。太大声了。对，草爷对自己是满意的吗？极度满意。再问他老婆才都生了4个了，还不满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们去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雄，是由包厢与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，我是郑国成，我是孙艺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，我是蓝蓝，我是薇恩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清，我是陈君，我是陈哲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霓虹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